要来布洛湾啊！我们去看一个足长足长的桥啊、哦！你有准备好了吗？你有要行桥吗？有吗？好啦，这里就三月号吊桥爆出，虽然说一个梯子没有开放多少人，但还是非常多人排队，而且大概90%，我猜应该都是团客吧。还好，现在预约报到，还不是报。还要吗？长这样。哦。天气很好，很凉快。太棒了！现在进到这个里面入口，其实它整个我觉得管制算是就是蛮有规则嘛，这样讲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入园11点开放，这一场是十一点嘛，11点之前你就一定要报到，然后11点之后20分钟内没有报到，你就不能进来了。参观的路线你就只能参观45分钟，45分钟一到呢，他就会再指引你离场了。来跳慢一下，谢谢。好，一起的，一起吗？一起，好，来一起，好，谢谢。哦，他还有在管制这个人数。92哦，现在目前进来92，它就是一个场次只开放250个名额。现在已经来到吊桥的中间了。对，这里其实以前是一个日本的薄弱的一个地方，听说这里以前比现在的士林夜市还热闹。现在最近的士林夜市，那可能有，那应该有。你说现在是指疫情的士林夜市吗？对，没有路客的士林夜市。路客的士林夜市，比现在没有路客的士林夜市还要热闹。好，现在的这个位置以前就存在了，那他现在只是把它算是。件附件，没错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，以前的这个地方是有过一座桥的。一个风力，写说现在风速多少啊？而且因为它这好像是一个钢构的桥，所以其实虽然说叫做吊桥，但其实没有很晃。它才刚新盖好没多久。这边对面的观景台可以从这里看到整座的三月吊桥，是一个拍照的点。听他说，再上去是虎头峰的风景板。而且这个三月吊桥，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酷的一个点，就是它底下这个铁网。它底下是空的，哦，一直朝下看可能会软哦。鲤鱼潭游船环湖一圈大概600到800元，搭配在地人解说真的很不错。现在我们来到的另一个景点，对，鲤鱼潭。这里真的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拍一下。这样有拍到吧？应该有吧。对。这个湖全长5.5公里，对，环湖步道。然后它这边有很多个自己的小码头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来选择搭哪一家的船，因为他们的船也都有一点点长得不太一样。我们刚刚坐的那个船叫观光船。这上面的山很漂亮。小牛爸觉得后面的山很漂亮，他觉得山很干净。可以坐那个屋顶的那个很像快艇的那个东西，个人会载你到一圈，反正坐这边。虾饼我觉得很特别，然后想到虾饼，我以为是那种像餐厅的那种在吃那种，公的那种，公的那种虾饼，就是它长相比较特别，其实很像那种蚵仔，啊，蚵仔或什么那种感觉，对。不要啦。谢谢。就很像蚵仔，对不对？就是蚵仔的感觉，就是黑啊仔，吃起来小朋友很古怪。对啊，感觉是要烤烤的声音。里面都是
那些长蜡跟彩哦，所以我不太知道黑鸭在哪里。上面呢？上面那三只是四只吧。这是红玉吗？对，哦，红玉比较好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好，蛋姐。我们在好像看过，有看过，在电视上哦。哎，应该是。对对对，我在58台。好，就在六十金台啊。哦，对对对，讲很讲好了。这是云山水里面的有熊的森林 villa， 走的是美式庭园建筑的风格。四大一小，小的不用。园区内很夯的网美拍照景点是收费的植物园区，一定要买票进场。以上就是三个花莲推荐的景点啦，拜拜。